是要有这个地图跟刀子，到时候图穷匕现，我手起刀落，秦王一死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进可，现在文武百官都替你来送行，你要好好的保重你自己，珍重你自己在这。下一位，哇，这是要帮我当时啊，就要保，请你保重啊 ，Good luck to you 啊。嘿啊，喂，总共几个人？八十几个吧。没有，还有3000多个。喂。啊！你这莫玩哦，咱规矩今年免抬，咱明年再来抬的哇。不啦。好，那请他们先退下来。荆轲伟大的地方嘛，对。因为荆轲是一个非常伟大威灵，所以呢，对，以惜别了他所有的好友，中间那个友爱、亲情、家庭的爱，所以每下大家都流传一句话叫“荆轲爱”，就跟荆轲的爱是有关系的。哎呀，一家的物件都足好食，叫做荆轲靠。嘿，哎，有一个阿伯叫做荆轲伯，哎，因为哦，因阿伯伊个叫因阿伯无差别，因阿伯一直讲哦，我咧，一直听啊，啊叫荆轲哦，荆轲，啊荆轲家己知影，即阵去哦，荆轲靠一支，好，所以荆轲靠这支，荆轲靠，荆轲靠一支，荆轲靠，啊，大家，我有一时不明白，你做你讲来，秦国卫兵这么多，荆轲就一抓去，可能是凶多吉少。老婆，你家己袂惊吗？当然袂惊。你要了解哦，咱一般的人会惊哦，大概分作八种。但是在当当时，这个荆轲会惊，已经来到第五了。啊？安尼讲完全无唔对。现在要示范，都要讲的八种的惊吓，到底是哪八种？来，第一种就讲有人拍背，哇！有人拍。哎呀！哎，第一惊，第二惊。看到小强，哦，惊侬！来过来，第三种，嘿，打预防针。第四种，嘿，摕着枪支。第五种，嘿，诊所拔牙。啊，嘴巴张开啊。第六种，看到鬼。第七种，嘿，要。胖嘛就被棒球人看了小强，哈哈，那很能诶。啊，两下因为先棒球，因为棒球惊一个嘛，嘿，啊那三卡口、哦、三卡口爱惊死诶。哦，哈，要有层次的啦。一炮三响，对，一炮三响，这么衰哦、喔。嘿，第八，嘿，注射一注啊一半，看了鬼啊！我咧是第九种，已经超过因啊。来，各位，嘿。惊吓的极限，八种而已。第九种惊吓的极限的标签，第九种就是集合了以上八种。对，是。这是一种惊吓吗？惊吓，感觉就是有结合抽筋、中风，加上一点癫痫呢。暗时啊，困就是冰棍来啊，惊到冰棍会起啊，惊到是不是？惊。所以第九种惊吓是这样子，已经看到示范了，对，很好。好，但是只能卖我这款经营了哈。是，这叫图穷匕见，是计划真好。后来为面国无成功嘞，哈。严格讲来，这失败原因只有两个，嗯，一个伤长，一个伤短。你若无了解，不如用 N 的 N 完你就了解了。我 N 秦王，后来，你话嘞？秦王驾到，吾王万岁万万岁！参见秦王。殿前这位没有办法跪下的这一位，启禀大人，你为什么不跪？因为我有痛风。你是荆轲吗？是。听说你替燕国太子丹带进贡的土地地图一份，是，快将地图展开，让本王看看。请大王过目。这是荆轲将地图提给秦王，一边展开，一边解释，一边要等待时机。这些土地跟城池要送给大王的，然后他。
好像吴王那儿的，你看得到吗？你给我回来，这地图未免太长。好，你有企图？没有企图。这个时阵，荆轲心软想讲，好啊，这个太子丹真的是一个低头，这个、地图这么长，是要当时才抬着伊啊。嘿，爱从那人船行过去，就把那个里面的刀准备拿出来。刀子，拿出来！你拿刀子要干什么呀？你这个暴君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砍刀！砍刀！啊！啊！这个行凶荆轲心内个想讲。你这个太子丹，你得跟白痴一样，这个猪头，一分这么长的地图，竟然配一支这么短的短刀，心内有够想讲啊，我为什么这么学笑啊？我为什么这么衰？哦，原来这关太长跟太短的原因，所以造成荆轲的失败的，对啦。是哩。哎呀，所以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跟咱大家讲，凡事若伤长啊、伤短拢无好。你敢知什么物件？一般查甫人哦，上惊什么物件？伤短。男人都蛮吓。什么伤短？呀，两个男人的长短之争，究竟什么是男人最怕的短处呢？